第611章，蛇线。将萧炎从修炼状态中惊醒的是那在其心中响起的微弱苍老声音，而在听的那苍老声音后，萧炎紧闭的眼眸便也紧跟着缓缓睁开，目光瞥了一眼身体之上越加虚薄的森白火焰，心头不由得微微下沉。小家伙，我已经即将到达极限了，似是感应到萧炎的苏醒，药老叹息声缓缓响起。萧炎微微点头，轻声道：“老师辛苦了。”药老笑了笑，笑声中有着难以掩饰的虚弱，再过几分钟时间便需要你自己来抵御陨落心炎的炼化了呀，希望你能熬过去吧。萧炎默然半晌后方才苦笑道：“尽人事听天命吧。”身处这种连药老都感觉不到多少生存机会的绝境，萧炎即使再如何充斥着信心，也是对自己逃出升天不抱太大的期望。现在他唯一能做的便是倾尽全力使得自己在陨落心炎的炼化中多坚持一些时间。药老也是陷入了沉默，他也清楚或许这一次的沉睡将会成为一种永别，他的灵魂虽然可以躲进那经他特殊打造的戒指之中，不过陨落心炎却是刚好能够克制他，在这种火焰的灼烧中，即使是灵魂也是只有被焚毁成虚无的下场。在药老沉默间，萧炎微微抬头，目光扫视着这团硕大的无形火焰，难以想象这团火焰竟然有着自己的灵智。在萧炎扫视间，那团无形火焰某处两点幽幽绿芒突然浮现，犹如一对眼瞳般泛着贪婪之意的望着萧炎所在的方位，绿芒微微一闪，便是有着一大团无形火焰突然浮现，最后粘附在萧炎体表那若隐若现的森白火焰上，将之焚烧侵蚀。小家伙，准备吧。药老轻叹声音突然响起，萧炎知道他已经到达了极限，接下来便是需要自己来了。嘴角勾起一抹苦涩，旋即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萧炎手印一动，体内清火顺着经脉涌动，最后缓缓渗透而出，将整个身体都是包裹而进。随着清莲的心火的浮现，那外面的一层的森白色火焰则是越来越淡，片刻后终于是突兀消失，而随着后者的消失，那最外面一层的无形火焰急速涌进，刚欲将里面的人焚烧，便是被一团青色火焰抵挡而住。小家伙，接下来便要靠你自己了呀，希望你能顺利熬过去吧，我们师徒的这条命全在你手上了。药老虚弱的声音越来越淡，片刻后终于是完全消失。而随着药老声音的消逝，萧炎能够感觉到药老的意识正在飞快地退出自己体内，而就在意识完全退出的刹那，一股雄浑力量悄然自其体内涌出，令得萧炎气势暴涨许多。老师，学生不会让您失望的。感受着那股雄浑力量的充盈，萧炎紧咬着嘴唇，眼圈泛上红润，他清楚那是要老将最后所残余的力量全部借于了自己，而他本身则是因为灵魂力量的枯竭再度躲进戒指中陷入了沉睡。随着接过药老先前的工作，萧炎这才明白与那陨落心炎对抗的消耗是何等的庞大，而且或许是由于他与药老实力的差距，虽然青莲地心火与古灵冷火同为一火，不过两种火焰给萧炎带来的庇护却是差距不小。先前药老师斩古灵冷火，虽然依然会令得萧炎感受着一些灼痛，不过却并非是不能忍受，然而当萧炎现在依靠自己来抵御陨落心炎时，那股灼痛却是骤然加深了许多，甚至其身体上的袍服也是在那高温下炙烤得越加脆薄，乃至于再一次萧炎身体蠕动间，竟然便是轰然爆裂成一大堆粉末，留下那聚光溜溜的身体盘坐在青莲上。嘶，脸庞抽搐着，丝丝冷气不断地自萧炎牙缝中泄露而出，白皙皮肤上都是因为炽热而变得红润起来，甚至某些地方都是悄悄冒出了一些水泡，看上去颇为瘆人。强行压制着钻心的灼痛，萧炎艰难地从那戒中取出一瓶回气丹，然后全部塞进嘴中，身处这陨落心炎包围中，周围虽然依然有着火属性能量飘荡，不过在陨落心炎的控制下却是颇难吸取，所以萧炎想要多坚持一些时间，唯有使用丹药坚持。没想到这陨落心炎竟然如此可怕，难怪连老师都忌惮不已，不过照这般消耗，我恐怕连一周时间都坚持不了。嘴中被丹药塞得满满的，萧炎望着外面那似乎无穷无尽般的无形火焰，心中一片苦涩，这绝境当真是令得人上天无门下地无路啊，看来只能期待奇迹出现啊。干燥的嘴唇微微抖动着，感受着那种近乎折磨般的灼痛，许久之后，萧炎却是缓缓闭上了眼睛，他已尽全力，接下来是生是死便听天由命吧。绵延无尽头的岩浆世界中没有时间的概念，而在那种非人折磨中，萧炎也分不出半点心思去关注时间的流逝，他只知道自己似乎随时都会在那炽热高温下犹如衣袍般化为一捧粉末，消失在这岩浆世界中。将这等煎熬之中，萧炎内心深处也是涌上一阵难以言明的寂寥与孤独。岩浆世界深处除了那岩浆流动时发出的声响外，再无半点其他声音，整片世界仿若与世隔绝，那种茫茫天地间的孤独沉默令得那饱受高温折磨的萧炎再度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疲倦与茫然。或许这样的日子过得久了，他会忘记喉咙震动时发出的声音是如何的动听，
甚至或许他还会忘记自己身为一个人类的身份，天地寂寥，孤独侵入骨髓深处，挥之不去。萧炎并不知道坚持了多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只能感觉到外界越加炽热的温度。不过好在经过如此长久的熏烤，他的身体似乎也是隐隐中出现了一些对火焰的抗性，因此那种片刻不停的灼痛方才未能让得他发疯。陨落星炎拥有灵智，似乎还拥有着远非人类可比的耐心，想想也释然，在这种地方待了那么长的岁月，耐心不好那才是有些奇怪了。而也正因为此，他并未选择用最猛烈的方式在极短时间中解决萧炎，而是选择这种慢火炼化。不过这种缓慢炼化却是让的萧炎真正的体会到何谓生不如死的感觉。在陨落星炎那源源不绝的炙烤下，萧炎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迷糊状态，他只能机械化地调动着体内清火，不断地抵御着火焰焚烧，然后再机械化地吸收着周围那些难以汲取的能量，以补充本身的需要。不过这般机械化的操作倒是令得萧炎隐隐感觉到自己对异火的操纵越加熟练，但这除了令得他能够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异火消耗之外，似乎并不能让得他逃出升天。按照这种情形下去，或许要不了多长时间，萧炎便是会彻底被炼化，而其体内的青莲地心火也将会被陨落星炎吞噬。艰难的坚持在这没有时间概念的世界中，不知道维持了多久，或许是两天、一周、半个月、几个月。某一刻将萧炎从那种迷糊状态中惊醒的是从手臂上传来的阵阵温凉感觉，这股温凉就犹如是干旱了无数年的土地突然遇见倾盆大雨一般，令得萧炎整个灵魂都是颤了一颤，旋即猛然睁开双眼，脑袋一偏，旋即看见了那缠绕在其手臂上不知道被遗忘了多久时间的七彩小蛇。吞天蟒。浑浊的脑子回复了一些清明，萧炎精神一振，惊喜的失声叫道，或许他自己都没察觉到，其声音变得比以前干涩嘶哑了许多。在这种孤独安静的令人发疯的地方，突然看见一个能与自己谈话的东西，可以想象此刻的萧炎心情是何等的激动。不过在激动之余，萧炎目光扫过吞天蟒的那对妖艳蛇瞳，心头却是突然一突，此刻后者的一对眼睛正不断地变换着颜色，时而冰冷，时而充满生机，显然这具小身体里面的两个灵魂似乎正在此刻剧烈地争夺着身体的控制权。对于这般争夺，萧炎没有半点办法，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干看着。争夺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旋即一道璀璨七彩光芒自吞天蟒体内涌出，后者狠狠一甩尾巴，细小的身躯直接爆射而出，旋即飞快地窜出了萧炎青火的包裹范围。吞天蟒刚出青莲地心火的包裹，那游离在外面的陨落星炎便是迅速扑上，然而就在即将沾染到其身体时，吞天蟒突然在那七彩光芒之下急速地蠕动了起来，旋即一具赤裸如白玉般完美的娇躯缓缓地出现在了萧炎目光之下。望着那凭空浮现并且拥有着无比诱惑的妖艳美人，萧炎的心却是缓缓地沉了下来。第612章生死之段，出现在面前的赤裸美人妖艳而充满诱惑，那如白玉般呕泄的春光足以令得无数男人为之疯狂。当然若是美人那张冷若冰霜般的脸颊能够稍稍多一点人情味，那就更是完美了。当然不管面前的美人究竟是何等的完美，那对于萧炎来说都算不得什么太好的消息，毕竟这个女人实在是有些太过恐怖了点。虽然当初与他有着约定，不过对于这个喜怒无常的美杜莎女王，萧炎心中始终抱着最浓郁的警戒。美杜莎女王刚一现出身形，那陨落星炎便是有所察觉，一大团无形火焰突兀涌现，旋即对着前者席卷而去，炽热的温度即使是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脸色都是略微有些变化。纤手轻挥，璀璨的七彩光芒自美杜莎女王体内暴涌而出，将那无形火焰抵御而下。虽然她并没有异火，但是凭借着本身那强悍的实力，即使是陨落星炎想要炼化他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将无形火焰抵挡而住后，美杜莎女王这才感觉到身处环境有些不对，目光四处一扫，当瞧的陨落星炎之外那无尽岩浆之后，黛眉顿时蹙了起来。特别是当他目光停留在包裹在外面的陨落星炎时，冷漠的脸色终于是变得难看了起来。异火，嘿嘿，女王陛下，真是不好意思，我竟然把您给忘记了。一道笑声突然响起，美杜莎女王那充斥着诱惑的美眸缓缓移向了盘坐在青莲上的萧炎，冷艳脸颊顿时一寒。对这个一直依靠着吞天蟒来要挟他的家伙，他从未抱太大的好感。察觉到美杜莎女王那略有些冰冷的目光，萧炎不着痕迹地向后倾了一点身子。对于这个女人，他一直格外忌惮。以前有药老在道还能有点底气，如今药老已经陷入沉睡，若是他想要对自己做点什么，还真没法反抗。眼睛在美杜莎女王那如白玉般完美的赤裸娇躯上扫了一扫，即使是明知道这是一条能够瞬间致人死命的美女蛇，可身为男人的本性依然是令得萧炎小腹窜起一团邪火。这个女人简直就是所有男人的克星，那股犹如上天劫座般的脸颊寻不出一丝瑕疵，而且那份极其真实的冷艳也是令得人心中犹如猴抓般痒痒。男人便是如此，
明知道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偏偏就兴趣越大。美人如玉，魅惑天成，妖媚天下，面前这个美人似乎看得起这般评价。萧炎的目光虽然仅仅只是流连了一瞬，便是飞快转移，不过这并未逃过美杜莎女王的感应，当下红润嘴唇挑起一抹泛着冷意的浅浅弧度。眼睛不想要了？萧炎干笑了一声，却是不敢接过话头，谁知道这喜怒无常的女人会不会一个不爽将自己给就地解决。这里是哪？纤手一挥，璀璨七彩光芒微微掌动，旋即便是在美杜莎女王赤裸娇躯上化成一套红色衣裙，将那泄露春光尽数遮掩而下。修长玉葱只掠过飘散在额前的一缕青丝，他淡淡的开口问道。萧炎烧了烧头，迟疑了一下后，将自己等人的处境简略的说了说，不过当其话说到最后时，分明看见了美杜莎女王那缓缓竖起来的一对柳眉，当下声音也是悄悄减弱了许多。我真后悔当初没直接杀了你。美杜莎女王咬着一口银牙，气得浑身发抖，这个家伙竟然会将自己给带到这种几乎是死境的地方，虽说他自诩实力超强，但经过上次在青莲的星火中的进化，他对于这种火焰已经隐隐有些恐惧的感觉，可他却没想到再次掌控身体时居然会被萧炎带到这地底深处，而且在外面还有着一个具有灵智的异火正对他们虎视眈眈。萧炎尴尬地笑了笑，小心翼翼地道，我也不想来这里的啊，女王陛下，您看我们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还不如联手突破这陨落星岩然后逃生如何？美杜莎女王含着俏脸，却是理也不理他，美眸盯着陨落星岩，片刻后纤手一挥，一道七彩能量匹链爆射而出，旋即轰然砸在火焰之上。然而这等强悍攻击除了令得陨落星岩泛起一阵涟漪外，似乎没有多大的用处。望着自己一击竟然没有半点实质效果，美杜莎女王那对冷漠眸子中也是闪过一抹凝重，先前一击虽然不是全力，可也不容小觑，没想到这里是陨落星岩诞生的地方，他在这里的能量几乎源源不断，想要闯破可不容易。一旁的萧炎望着美杜莎女王的举动，不由得出声道。美杜莎女王柳眉一竖，刚欲冷斥，那被突然攻击的陨落星炎似乎有些愤怒，一团团无形火焰急速涌现，旋即对着美杜莎女王包裹而去。而在那无形火焰恐怖高温的炙烤下，后者身体表面的七彩光芒似乎也是缓缓变得虚薄了起来。体表斗气被焚烧变薄，美杜莎女王也是有所感应，俏脸微微一变，纤手陡然结出奇异印结，旋即一圈七彩光芒暴涌而出，将那附体而来的无形火焰弹射开去。无形火焰刚刚弹开，美杜莎女王还来不及松一口气，便是发现突然越来越多的无形火焰突兀涌现，最后铺天盖地地对着自己席卷而来。脸色微沉，美杜莎女王只得将七彩斗气回缩，最后与那灵体的无形火焰形成僵持局面。你体内的那个老家伙呢？让他出来，凭你的实力就算我们联手也破不开这一火。再度与火焰僵持了一会，美杜莎女王终于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美眸一转，转向萧炎冷喝道。老师已经沉睡了。萧炎苦笑着摊了摊手。该死的。闻言，美杜莎女王更是怒火大盛，手掌扬起，掌心中七彩能量翻滚不休，看那模样似乎恨不得一掌将萧炎给拍死。杀了我你也出不去。到了这地步，萧炎也懒得再管会不会激怒这女人，摊了摊手道。本王什么险境没遇见过，这一伙想要将我留下来可没那么容易。美杜莎女王冷笑了一声，旋即身形一动，便是犹如鬼魅般出现在火焰边缘，纤手之上恐怖劲风急速酝酿，旋即狠狠地砸在陨落星岩之上。砰，低沉的响声在这片区域回荡着，令得萧炎额头之上涌出些许汗水。这狠女人一旦真打破了陨落星岩的封锁，恐怕外面那岩浆海洋就会立刻涌进来了，虽然她或许不怕，但凭她的实力肯定支撑不了多长时间啊。恐怖劲气砸在火焰之上，涟漪急速涌动，一个凹槽痕迹凸显而出，不过却犹如橡胶泥一般，随着美杜莎女王手掌的离开便是缓缓复原。在这个地方，陨落星岩的确拥有着取之不竭的力量，如此凶悍一击竟然依然未取得太大效果，这下美杜莎女王的脸色终于是变得极其凝重了起来，这险境的险情比她想象中要高许多。本王就不信打不破你。冷艳动人的脸颊上闪过一抹煞气，美杜莎女王双掌间光芒再度大盛。然而就在其即将继续发出攻击时，那陨落星岩却是突然间变得犹如玉般光润起来，两点悠悠绿芒浮现，充斥着怒火的异样尖鸣声在萧炎与美杜莎女王耳际响彻而起。瞧得陨落星岩这般变化，萧炎心头陡然下沉，这个蠢女人似乎将他给激怒了。美杜莎女王一对美眸充斥着杀意与冰寒地盯着那两点悠悠光芒，刚欲有所动作，脸颊却是陡然一变，白皙脸颊涌上一阵异样红润，丝丝白雾从其体内渗透而出。该死，这究竟是什么东西？他什么时候进入我体内的？纤手捂着心脏所在的部位，美杜莎女王银牙紧咬，体内斗气如山洪般爆发，
将那团突然出现在体内的火焰团团包围。目光诧异地望着突然间脸色异样红润的美杜莎女王，片刻后萧炎似乎是明白了什么，心中顿时暗叫一声不妙。而就在其声音刚刚落下的瞬间，他便是清楚地感应到一团极其炽热的星火突然在体内浮现。这团星火极其浓烈与庞大，几乎是眨眼时间便是笼罩了萧炎体内的每一个部分。顿时间萧炎如同整个身体被投入了烤炉一般，那体表的清火似乎已经没有了半点作用，因为那温度正在从萧炎体内扩散而出。这次真的是要完蛋了。感受着体内那股令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炙痛，萧炎不由得苦笑了一声。他能够感受到体内越来越炽热的温度，按照这种增幅下去，不久之后他体内的所有东西都会逐渐的融化。啊，该死的火焰。就在萧炎因为体内高温而脑子逐渐混沌时，突然一道凄厉的尖叫声响起，他挣扎着睁开一条眼缝，却是见到美杜莎女王正抱着脑袋一脸的痛苦之色，而且在其头顶半寸处，两个有些虚幻的人影与蛇影正在无形火焰的炙烤中不断纠缠。这个白痴女人难道不知道陨落星炎对灵魂体有着巨大的伤害吗？灵魂未能彻底占据躯体，那火焰可是能直接灼烧灵魂的。若是美杜莎女王的灵魂彻底的占据了吞天蟒的身躯，陨落星炎那对灵魂有着特殊灼伤的效果自然对其无用。而在凭借着他本身的实力，就算突破不了封锁，可陨落星炎想要炼化他也是极其困难之事。不过可惜，正巧不巧的，不管是吞天蟒还是美杜莎女王，对于这具身躯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他们几乎是遇见了真正的克星。在陨落星炎的这等清理炼化之下，萧炎与美杜莎女王皆是真正的进入了生死之段。第613章缓慢的蜕变。此次在萧炎体内出现的星火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猛烈，甚至当初在接受那陨落星炎本源炼体时，那星火强度都要比此刻弱上许多倍。脸庞因为涨红而显得有些发紫，萧炎皮肤之上不断的泛起水泡，那从体内铺天盖地涌出的恐怖高温犹如要将他的整个身体皆是焚化一般。身处这般高温炙烤，若非萧炎本身便是掌控着异火，对这些火焰或多或少的有着一些抗性，再加上前段时间的星火断体，恐怕就在那恐怖星火出现的一刹那，他就会直接如同先前的衣袍般砰的一声化为一堆粉末。不过饶是如此，那蔓延至体内每一处角落的高温也是将萧炎折磨得生不如死，甚至他都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体内血液在沸腾，经脉在扭曲，骨骼在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声。按照这种境况下去，不久之后萧炎这具身体怕便是会彻彻底底地消失在这个世界。砰！随着体内蔓延的星火越来越猛烈，萧炎一头黑发突然间爆发出一阵火花，旋即竟然便是尽数化为漆黑粉末飘散而下，留下一个光溜溜如同灯泡般的脑袋。对于头发的焚毁，萧炎却是投不出半点关注。此刻他正强忍着钻心的剧痛，控制着青莲地星火不断地驱逐着体内升腾起来的星火。不过这种举动似乎也只是徒劳，陨落星炎在这岩浆世界中所拥有的力量连美杜莎女王与药老都感到极为棘手，因此虽然萧炎倾尽全力的四处压制，但却只能让那星火升腾的越加厉害，而那高温也是越来越恐怖。这次真的是要完了呀。心神注视着宛如火炉般暴动的体内，精神缓缓传来一阵虚弱的感觉，一股无力的疲倦悄然遍布了萧炎内心。陨落星炎并没有什么慈悲的心，因此他自然不会考虑萧炎的感受，反而是逐渐的加大星火温度。他似乎已经能够感觉到，只要再过的不久便是能够将那青莲的星火吞噬了。在萧炎陷入即将被炼化的绝境时，一旁的美杜莎女王似乎也是不太好受，虽然凭借着本身强悍实力强行坚持着，不过其头顶上不断纠缠的两个灵魂却是显示出她也在忍受着极其剧烈的疼痛，而且这剧痛还是自灵魂深处蔓延而出，丝毫不会比萧炎所受的折磨好上多少。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杜莎女王脸颊上的痛苦之色突然间似乎少了一些，其头顶上那团无形火焰中人影与蛇影似乎在不知不觉间悄然地有着融合的迹象。看这情况，美杜莎女王虽然受到灵魂灼烧的折磨，不过那陨落星炎似乎在误打误撞间将美杜莎女王与吞天蟒的灵魂炙烤的悄然融合了起来。虽然这种融合极为缓慢，不过可以想象，一旦她坚持到两个灵魂彻底融合，那便是能够彻底掌控这具身体，而届时陨落星炎对她的克制效果则会自动消散。陨落星炎虽然具备一些灵智，但明显对这种情况也是不清楚，因此他却是不知他在加大星火炼化时却是暗中帮了美杜莎女王一个大忙。当然这只是美杜莎女王处境，与之相比来说，萧炎则是要显得凄惨许多，因为随着体内温度的持续增高，再过不了多久他这具肉体便是会在这高温中缓缓融化。脸庞赤红，萧炎此刻的形象一眼看去就犹如被剥了皮的人一般，极为的骇人。而随着体内温度的增高，其皮肤竟然也是悄悄地崩裂开来，滚烫的鲜血涌出，
转瞬间便是将之沾染成一个血人。外表形象骇人，萧炎体内更是惨不忍睹，经脉干枯而扭曲，犹如被火焰烧过的塑料管子一般，体内各种器官也是严重变形，若非是有着青莲地心火的清力保护，恐怕就直接被高温给蒸发了。当然变得凄惨的还不止这些，气旋之中的那海胆斗晶也是在此刻变得被丢进油锅的海胆般红彤彤的，不断冒着热气，里面所充斥的斗气似乎都是变得沸腾了起来。体内体外这般凄惨状况所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令得萧炎瞬间处于濒临死亡的重伤状态，一丝混沌意识在体内缓缓飘荡，随时都有着消散的危险。而一旦这丝意识消失，那么便是能够宣告他的死亡，同样也是能够宣告陨落星炎的炼化成功，其体内的青莲地心火也将会被他完全吞噬。似乎是感受到自己的目的即将达到，陨落星炎也是略有些亢奋，两点悠悠绿芒牢牢地盯着满身血疤的萧炎。绿芒掌动间，那在后者体内四处游走的星火所释放的温度也是越加恐怖。老师，对不起了，经历了越来越稀薄的意识，令得萧炎犹如步入了一个满是黑暗的世界，极其虚弱的喃喃声带着那最后的一道意识悄悄消散。在萧炎意识步入黑暗的那一刹，其盘腿而坐的青莲突然间散发出淡淡的绿芒，最后犹如忍受不了那种高温一般，居然是缓缓融化了起来。随着融化的加剧，整个青莲迅速地融化成一大团青色液体，液体蔓延，旋即将萧炎那赤裸的身躯完全包裹。咔，在青色液体包裹萧炎时，其手指上的那戒也是在这等高温中崩裂出了些许缝隙，片刻后终于是轰然爆裂，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突兀浮现。青色液体将那些从那戒中出现的物品全部包裹，缓缓流转，将那些卷轴等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部剔除而去，而所遗留下来的各种东西则全部都是药材以及各种各样的丹药。液体流转，那些被萧炎储存在纳戒中的所有药材与丹药都是在青色液体中缓缓融化，最后一道道色泽不同的药液浮现，将青色液体渲染成五颜六色。纳戒中的药材与丹药是萧炎所有的收藏，而此刻那青色液体由于没有什么灵智，所以理也不理，就犹如煮大杂烩一般将它们全部融化，然后乱七八糟的汇聚在一起。那些丹药之中有着不少高阶级别，而那枚药老辛苦炼制而出的地灵丹也正在其中，不过此时它也化为一道最为雄浑的暗红药液，与五颜六色的液体掺杂在一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汇聚在一起，究竟是毒药还是补药，没人能知道，因为这本来就只是一种巧合。高温使得青莲融化，再将那戒炸裂，然后便是莫名其妙的汇聚，再然后就是更莫名其妙的浸润着萧炎那副被摧残的不成人样的身体。色彩斑驳的液体将萧炎整个人都是牢牢包裹，不断的顺着毛孔与伤口流进萧炎体内。随着这些融合了无数丹药药材的液体流进萧炎体内，最后一丝丝的流转全身每个部位，而随着他们的清净，那些原本即将濒临毁灭的经脉骨骼血液却是奇异的缓缓泛起了光泽，并且犹如遇见春雨的小树般再度顽强生长。萧炎体内突然泛起的一丝生机也是引起了陨落星炎的注意，当下绿芒闪动，那充斥萧炎体内的星火再度爆发出恐怖温度。突然爆发的高温也是令得那些刚刚才有些生机的经脉骨骼血液肌肉等等再度继续萎缩，不过当那斑驳而雄浑无边的液体继续流淌而过时，生机诡异的再度浮现，星火不断破坏，斑驳液体不断修复，两种东西在萧炎体内犹如干起拉锯战一般，每当星火将一处经脉或者骨骼肌肉等等焚烧的即将爆裂时，那奇异液体便是会立刻将之清润的散发生机，然后如此重复循环永无止境。这种拉锯战所产生的剧痛几乎无人可以忍受，不过好在此刻的萧炎已经因为濒临死亡而进入了一种假死状态，因此那种非人剧痛他倒是没有半点感觉，不然的话就算那混合了无数东西的奇异液体能够修复身体，可他也会将那种剧痛中被折磨成一个疯子。于是茫茫岩浆深处一团略有些偏白的无形火焰飘荡其中，而在其内赤裸的一男一女皆是在经历着一种对各自来说几乎是翻天地覆的缓慢蜕变，这种蜕变极其缓慢，而且没有谁知道究竟会持续到多久时间，或许一月，或许半年，也或许一年，或许更久。不过有着一点却是毋庸置疑，若是他们能够在这等蜕变中熬下来并且醒来，定然将会真正的脱胎换骨。蜕变在缓慢中进行着。第614章进阶斗王。岁月如梭，春去秋来，不知不觉间至当初发生在内院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已经过去了一年时间。一年时间令得当年大战中几乎变成废墟般的内院再度焕然一新，一年中有着老生走了，也有着更多新生来了，整个内院依然充斥着活力，每天有着无数的新生为了获得那强榜的荣誉而挥汗如雨的努力奋斗着。当时光自指尖划过时，偶尔有着人会将目光投向耸立在内院一角的天坟炼气塔，
想起那逐渐掩埋在记忆深处的那场惊天大战，想起在那场战斗中宛如神灵般最后却黯然陨落的青年，旋即虚息不已。若是那人还活着的话，定然已经成为内院除了大长老苏谦之外的最强者了吧。一年时间，红了琵琶，绿了芭蕉，在这一年中，或许是因为想要提升竞争力，因此内院吸纳新生的速度倒是比以往快了许多，因此这内院之中的人气倒是越来越强。而且犹如人数的加多，那些各种各样的小势力也是犹如雨后春笋般络绎不绝地涌现而出，内院从来不缺少天才式的人物，因此短短一年时间中便是有着不少新生势力脱颖而出，挤入内院一线势力之列。新生容易骄狂，特别是在取得一些成绩后，这种骄狂更是滋生的厉害。不过不管这些新生势力何等狂妄，在面对着一个如今已经成长为庞然大物的势力时，却依然没有半点挑战的勇气。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个势力其实在内院的成立时间满打满算也就两年时间而已，但是其实力却已傲视全院，这等声势就算是内院长老层都是为之侧目，可却并不如何诧异，只是因为那势力名为盘门，他的创建者是当年那个拯救了整个内院的青年，他的名字即使如今也依然在所有人嘴中颇为熟悉的名字，萧炎。当时间在外面那个活色生香的世界中流动时，那地底深处的岩浆世界中，时间却是犹如凝固以及不存在一般，在这种了无生机的地方，似乎没有人谁会理会时间的流逝。当然好像也有着例外，岩浆深处一大团略微偏白色的火焰缓缓游荡着，那团白色在这满是赤红的世界中显得分外刺眼，视线拉近瞧得仔细，方才能够发现在那团白色火焰之内似乎隐隐有着两具赤裸的身体，只不过两具身体皆是极其安静纹丝不动的模样，宛如死尸。岩浆时间没有时间概念，这团火焰也是漫无目的的缓缓飘荡着，直到他达成目的的那一刻，虽然他也感觉到了这次的目标难啃性，不过他的耐心很好，一年时间对于他漫长的岁月来说简直就是弹指间而已。这里是一片黑暗的空间，黑暗极其纯粹，甚至没有哪怕一丝的光亮，一道混沌的意识犹如梦游一般缓缓地在其中游荡，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黑暗中的游荡不知道持续了多久，或许一年或许几十年，没有人清楚，只是似乎在遥远的某一刻，黑暗世界中突然出现了一点淡青色的光芒，受那淡青光芒的指引，飘荡且混沌的意识则是犹如柳絮般不由自主地缓缓飘飞接近。在那混沌意识接近了那淡青色光芒时，方才能够发现原来这是一簇不断摇曳的青色火焰，火焰不大，可却散发着一股清润灵魂的温暖感觉，而在这种温暖光芒照耀下，混沌的意识似乎也是在缓慢地恢复着清醒，潮水般的记忆急速涌现，令得那道意识终于是寻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我还活着吗？极为细微的喃喃声音悄然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响起，旋即整个黑暗世界突然泛起剧烈的涟漪，突然间有着几缕光束穿破黑暗照耀在了那道意识之上，令得他缓缓地睁开了眼来。飘荡的火焰之中，犹如死尸般的青年手指突然一颤，旋即紧闭的眼睛猛然睁开，入眼处依旧是记忆中的赤红以及那团曾经最为忌惮的火焰，不过从无尽黑暗中苏醒或者说复活的人却是略有些茫然的低头看着自己的身躯，白皙健硕，没有半点损坏，五指略有些陌生的缓缓紧握，一股前所未有的充实力量悄然涌现，如墨般漆黑的眼睛中茫然缓缓褪去，赤裸着身躯的青年心神一动，却是未曾进入修炼状态便是瞬间将体内所有东西看得清清楚楚，那在失去意识之前已经变得扭曲与干枯的经脉，此刻正犹如一根根晶莹剔透的宽敞管道般在体内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虽然未有什么动作，可他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如今体内这副经脉与以往比起来，不管是韧性还是容纳度皆是有着一种飞跃的蜕变，心神从经脉上转移开去，缓缓扫遍全身，却并未发现任何一处有着丝毫虚弱的地方，反而如今的这副身体与在其失去意识之前几乎是天壤之别，甚至他在想恐怕光是这具肉体所发挥出来的战斗力便是会比以前使用斗气之后更加强悍与恐怖。对了，斗气。心头猛地一动，心神瞬间便是出现在气旋之内，望着那空荡荡的气旋，整个人都是突然间呆滞了下来。斗金呢？斗气呢？刚刚有些血色与红润的脸庞在此刻再度变得煞白，曾经体验过那种没有斗气生活的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若是失去了斗气对他来说将会是一种何等可怕的打击。就在他为斗气的诡异消失而有些精神恍惚之刻，体内却是突然传来一阵轰隆的声响，旋即他便是极其惊愕地看见一股股犹如洪水般的雄浑斗气突兀地从身体各处部位奔涌而出，最后流淌在晶莹的经脉之中，而在斗气奔涌间，那晶莹剔透的经脉则是犹如早就修建好的河坝被汹涌大水灌满一般，
经脉一缩一长，发出一种听不见的欢愉声音。这些斗气错愕地注视着那些如洪水般奔涌的斗气，他分明地瞧见这些斗气似乎是直接从体内各处部位涌出来的，而并非是像以前那般经过气旋的运转方才出现。眼睛眨了眨，恢复了清醒的青年隐隐间似乎明白了一点什么，心神从体内退出，缓缓地摊出手掌，旋即猛然一握。随着其手掌的握下，其面前的空间突然一阵波动，一团火红能量诡异地涌现而出，最后悬浮在其掌心上。漆黑眸子闪烁着异样光芒，青年随后散去手掌上的能量，肩膀轻轻一颤，旋即体内斗气突然暴涌而出，最后沿着一个奇异的经脉路线，最后从其后被暴涌而出。砰！青色的火焰双翼猛地自其背后弹射而出，宽约一丈多长的弧度宛如凤凰之翼，华丽而惊艳。斗气化翼，微微偏头，眸子望着那从背后伸展看来的青色火焰双翼。他现在没有动用飞行斗技，也没有施展秘法，更没有借助别人的力量，他是完完全全靠的自己施展出了斗气化翼。脸色微微失神，青火映照在那张添了一分成熟的清秀脸庞上，旋即一丝弧度悄悄地从其嘴角蔓延而起。他非常清楚，完全依靠本身实力，斗气化翼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从此以后，他萧炎真正的踏足了大陆强者的阶层。老师，看来天不绝我们师徒啊！萧炎低头抚摸着手指上那枚漆黑戒指，轻声笑道。目光瞟过手指，萧炎手掌突然一僵，旋即疑惑的喃喃道：“那戒不见了。”微微皱眉，萧炎抬起目光，飞快的在周围扫视一圈，旋即眉头一挑，手掌微旋，一股吸力爆发而出，旋即一堆东西爆射而来，最后悬浮在其身前。眼睛瞟过面前的玄重尺以及几个卷轴等物品，萧炎发现似乎他那戒中的所有丹药与药材都是消失不见了。或许我能复活便是这缘故吧，萧炎若有所思，因为他发现原本屁股下面的青莲也同样是没了踪迹，看来这些东西的失踪应该和他能够复活有着关系。暂时不去理会这些，萧炎将目光投向了另外一处，那里浑身赤裸的妖媚美人正紧闭着双目，而在其头顶处原本一蛇一人的两道灵魂此刻几乎已经融合了大半之多，看来再给他一些时间，他便是能够彻底的将灵魂融合并且占据这个身躯。看来这灵魂融合还是美杜莎女王占据上风啊，不过他们本就一体，吞天蟒因他而生，他因吞天蟒而活。望着融合的颇为顺利的美杜莎女王，萧炎略一迟疑，终于还是放弃了将之打断的念头。这个女人虽然喜怒无常，但日后对他说不定有着一些帮助，若说以前要老沉睡，萧炎自然是对他极为忌惮，可如今其实力也是暴涨，已经有着保身之力，就算是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想要击杀她，也不再可能如同以前一般，如同击杀蝼蚁般轻松。而这便是斗王与斗灵之间的差距，在真正的强者眼中，只有到达斗王方才能够称为强者。斗王之下皆蝼蚁，这话并不假。就在萧炎沉吟间，那团陨落星炎却是突然一阵颤动，旋即一对悠悠绿芒缓缓浮现而出。当那对绿芒扫中其中再度活蹦乱跳的萧炎时，愤怒的尖鸣声顿时响彻了起来，旋即幽光大盛，一团极其猛烈的星火再度诡异地出现在萧炎心中，然后疯狂地肆意破坏。体内星火再度出现的刹那，萧炎脸色也是微微一变，有着那差点被陨落星炎搞死的前提，他现在对这星火也是极其忌惮。不过就在他急忙调动体内斗气准备压制星火时，却是惊愕地发现那团星火虽然竭尽全力地释放着恐怖高温，可这对他来说却并未造成想象中的破坏与剧痛，反而令得他浑身充斥了一种暖洋洋的感觉。烧了烧已经再度生长出来的黑发，萧炎一脸茫然，难道被烧习惯了？药老已经沉睡，自然没人来回答他的问题，不过既然发现陨落星炎的星火对他已经没有太大的效果，那么是时候讨债了呀。缓缓抬起头来，萧炎注视着那两点悠悠绿芒，一抹森然笑容在其嘴角迅速扩大。第615章局面反转，抓捕陨落星炎。似是感应到那自萧炎体内缓缓溢出的杀意，那陨落星炎顿时犹如被激怒了一般，发出尖锐刺耳的尖鸣声，那游荡的悠悠绿芒也是变得浓郁了许多。萧炎懒懒地伸直身子，抬头望着那对绿芒笑道，怎么烧了我这么久还不满意？悠悠绿芒越加强盛，而再次当愤怒的尖鸣声响起时，陨落星炎表面的也是突然浮现一圈犹如玉质般的光芒，玉光缓缓流动，犹如具有灵性一般。在玉光出现之后不久，一团团赤热无形的火焰突兀的自火焰四壁上涌出，最后四面八方的对着萧炎包围而去。而且在外部开始大肆进攻时，陨落星炎也是再度在萧炎心中召唤出了猛烈星火，看其举动明显是想在这内外夹攻之下将萧炎这顽固的家伙给彻底干掉。还是这些把戏，望着那些涌来的无形火焰，萧炎笑着摇了摇头，屈指一弹，
比以往雄浑了不知道多少的青色火焰突然自体内暴涌而出，将那些无形火焰尽数抵挡其外。而至于体内的那些最具破坏力的星火，他也是刚欲指挥斗气包围，便是略有些错愕的发现，在星火蔓延那一刹，体内突然爆发出一阵奇异的荧光，而在这荧光的照射下，那泛着恐怖高温的星火就如同遇见了克星一般急速退缩，短短几个眨眼时间便是在荧光的照耀下退缩的完全消散不见。这是惊疑了一声，萧炎望着体内那些奇异荧光也是略有些茫然，这东西是从哪里冒出来的？竟然连陨落星炎的星火都是巨他。经过那漫长时间的沉睡，萧炎自然不知道体内发生的那些事，那融合了青莲以及无数药材丹药的奇异液体，在与星火的循环对视中，不仅将萧炎那残破不堪的身体尽数修补并且强化，而且还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星火的抗性也是越来越浓厚，甚至到的后来，原本成拉锯战的体内已经几乎完全成了一边倒的境况。而随着星火的逐渐失效，那些奇异药液也是缓缓地侵润进萧炎体内各处角落，而先前的那些荧光则是他们在遇见老对手时所发。这些荧光对于陨落星炎星火的抗性是在那漫长时间中逐渐磨合得来，毫不客气地说，只要萧炎体内有着这种荧光的守护，那陨落星炎的星火焚烧效果对他便是的大打折扣，而这便是他对陨落星炎进行反攻的最大倚仗。周身火焰熊熊燃烧，释放着恐怖的温度，而其中赤裸着身躯的青年却是一脸和煦笑容，难以想象在他苏醒之前还曾经在这种火焰的炙烤下生不如死。感受着体内在那奇异荧光的照耀下逐渐消退的星火，萧炎终于是放下了心中的大石。虽然他并不十分确定在他沉睡时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但是现在他却是明白一点，那便是陨落星炎对于他来说已经不再恐怖。30年河东，30年河西，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换换吧。萧炎抬头冲着那两点悠悠光芒裂嘴一笑，白灿灿的牙齿透着一抹森然。鸡！尖鸣声带着愤怒的怒火响彻而起，两点悠悠绿芒猛然大涨，旋即一大团略微偏白的无形火焰突兀浮现。随着这团火焰的出现，那外面的赤红色岩浆也是突然间沸腾了起来，无数气泡翻滚不休，紧接着爆裂开来，释放着一股淡淡的火毒与炽热。冥顽不灵，瞧得陨落星炎的这般剧烈反抗，萧炎微微冷笑，手印一动，那缭绕在其体表的青色火焰突然迅速回缩进体内。而随着青火的退缩，那围绕在外面的无形火焰便是犹如饿狼般的扑上。而就在他们即将接触到萧炎身体时，一阵奇异荧光却是自萧炎体内缓缓散发而出。无形火焰一接触到那奇异荧光，便是犹如见到猫的老鼠，残血遇见废油般急速的后窜着，甚至是那团刚刚被陨落星炎召唤出来的偏白火焰，表面上也是泛起了一阵阵剧烈涟漪波动，显然那阵荧光令得他们极其的忌惮。奇异荧光在与陨落星炎漫长的对视中，依靠着本身奇特的兼容性，逐渐的演变成了后者真正的克星。望着那些急速缩退的无形火焰，萧炎眼睛轻轻眨动，漆黑眸子中竟然也是泛上了一缕奇异荧光。随着荧光充斥萧炎眼睛，那出现在他面前的世界顿时大变。虽然依旧是一片赤红的世界，不过那周围的陨落星炎却是缓缓变得透明了起来，而在那透明中，一团巴掌大小有些偏向乳白色的火焰小蛇正不断的闪动着，小蛇眼瞳中充斥着无形火焰，眼珠转动间看上去颇为灵动，很明显这个小蛇具有灵智。而在萧炎注视火焰小蛇时，后者似乎也是发现了他，当下那对蛇瞳中便是泛起了凶芒，一股股恐怖的无形火焰缓缓自其体内升腾而起。这便是陨落星炎真正的本源所在吗？眼睛缓缓眨动，萧炎轻笑了一声，虽然周围的那一大团火焰看上去似乎都是陨落星炎，不过想要将之破解就必须寻找出最核心的部位，而这条火焰小蛇则正是这个核心所在，只要将它抓住便是真正的将陨落星炎捕获。缓缓伸起修长手掌，萧炎嘴角一挑，熊熊青火将之包裹得严严实实，火焰包裹之后，浓郁的荧光浮现再度在青火之上覆盖了一层，手掌成爪形微微曲卷，萧炎冲着那火焰小蛇隐藏的方位嘿嘿一笑。瞧得萧炎的笑容，那用肉眼根本瞧不见的火焰小蛇似是也是察觉到有些不妙，尾巴一甩，细小的身躯便是犹如闪电般四处穿梭，想要借此来躲避萧炎的视线。不过不管他如何穿梭，却始终都是在周围火焰的范围之内，若是他想要真正逃离，就只能操纵周围火焰一起离开，不过这样的话，想要吞噬炼化萧炎体内一火的目的就得泡汤了，这对于他来说可是绝对不可能的事。陨落星炎虽然具备灵智，可想要真正像人类那般思想豁达通常，依然还需要更长久的进化方才有可能。想跑？在布满荧光的眼睛视线中，火焰小蛇的一举一动都是格外清晰，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身体保持着安静，而其脚底处淡淡的银色光芒带着细弱的雷鸣声悄然浮现。吃！
身体寂静了半晌，猛然间，萧炎身体微微一颤，一道犹如实质般的残影驻留原地，而其身形却是宛如鬼魅般的出现在了一处火焰壁前，被青火与银光重重包裹的手掌狠狠探出，一把钻进火焰壁之中，旋即用力一握，飞快地闪身而退。击！萧炎身形快若鬼魅，仅仅是眨眼时间，其身形便是闪回先前之地，与那道还未完全消散的残影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只不过这一次，在其右手上的银光包裹中，一条火焰小蛇正疯狂地四处乱窜，尖利的嘶鸣声不断地响起。随着火焰小蛇被抓住，那周围的火焰壁也是变得虚薄了许多，不过却并未就此破裂。萧炎眼睛泛着一股狂热，死死地盯着手掌中那条乳白的火焰小蛇，一抹狂喜之色忍将不住地浮现其脸庞。没想到这必死之局不仅没有让得他丢掉小命，反而误打误撞中直接进阶斗王，而且如今还能如此轻易地将陨落星炎捕获到手。所谓险中求富贵，这话当真是不假。虽然有着青火与银光的两重隔绝，不过那从陨落星炎身体上所散发而出的温度，依然是令得萧炎手掌有种不太剧烈的灼痛，这让得萧炎有些庆幸，若是那奇异银光与青莲的星火缺少任意一种，恐怕他都拿陨落星炎没有办法，毕竟那种经过无数岁月积累的火焰实在是太过恐怖了点。不过如今既然抓捕已经成功，那么接下来便是最重要的炼化与吞噬了呀。目光紧紧望着那在银光中疯狂窜腾的火焰小蛇，萧炎眼中逐渐的涌现一抹森然，手掌紧握，低头望着手指上的那枚漆黑戒指，轻声喃喃道：老师保佑学生炼化成功吧。成与败便看此举了呀。想要逃离这无尽岩浆时间，便必须将陨落星炎搞定。话音落下，萧炎不再有丝毫的迟疑，身形一坐便是盘腿悬浮，手掌之上青色火焰猛然大盛，而在青火疯狂断烧中，那火焰小蛇则是缓缓下沉，最后顺着萧炎的手掌涌进了其身体之中。随着陨落星炎的入体，萧炎身体瞬间便是僵硬。真正的大战与对视终于是拉开序幕，萧炎若是能够将这第二种异火炼化吞噬，恐怕他的实力将会再度乘飞月似的涨动，而那神秘的焚诀也将会真正的进入成熟阶段。熬过这一次，萧炎得到的好处将会无以伦比，熬不过说不定将会在两种异火的碰撞所产生的余波中彻底化为粉末，而到时不管再出现何等奇迹，怕都是在难以将之挽救。第616章侵蚀炼化融合。陨落星炎一进入萧炎体内，便是立刻爆发出极其恐怖的温度，在这般高温下，即使萧炎体内有着异火以及那奇异银光的保护，也是逐渐变得滚烫乃至灼痛了起来。这陨落星炎本源虽然体积不大，不过却是积累了无数年方才成型，其中温度自然是非同凡响。然而体内虽然再度出现灼痛之感，但对经历过上一次那种生不如死的剧痛的萧炎来说却并非是不能忍受，当下强稳住心神，澎湃的青色火焰从体内暴涌而出，旋即成天罗地网之势，对着那在体内肆意破坏的陨落星炎包围而去。此刻的陨落星炎虽然被萧炎吸收进了体内，不过明显还具备自己的意识，因此对于萧炎的围剿，他却是颇为狡猾的四处窜动。恐怖的高温虽然已经不能够再使得萧炎痛不欲生，可久而久之下，难免会让人心生烦躁之感。抓捕在持续了将近十分钟左右后，萧炎终于是停止了这无谓的举动，如此拖延毫无成效。我就不信抓不住你。心神缓缓沉寂，一丝丝浓郁的荧光突然自体内各处渗透而出，最后蔓延至身体中的每一个角落。在那荧光的洒照下，形迹诡异的陨落星炎终于是变得略有些缓慢了起来，而萧炎则是趁机抓住一个机会，使用青莲地心火将之团团包围而住。体内在青火的重重包围中，那团陨落星炎却并非就此放弃，反而是做着困兽犹斗般的剧烈挣扎，不断地释放着恐怖温度。而在那越加强烈温度下，萧炎原本平静的脸色也是缓缓浮现一抹痛楚。强忍着灼痛，萧炎心神一动，青火在体内呼啸，最后急速涌动间凝聚成一个碧绿色的火球，而在火球内部则是那拼命想要挣扎逃脱的陨落星炎。心神透过火焰泛着狠力地注视着其中的陨落星炎，萧炎心神一转，火焰翻滚，旋即一股股青火延伸而出，最后犹如一条条管道般插进了那团巴掌大小的乳白色陨落星炎之中。随着青色火焰的灌注，那团陨落星炎似也是感觉到不妙，立刻剧烈地翻腾了起来，不过由于周围有着青莲地心火的重重拦截，因此不管他如何蹦跶乱窜都难以逃出这对他来说宛如天罗地网般的封锁。此时的陨落星炎因为具备着自己的意识，所以萧炎若想要将之吞噬炼化，那就必须先将他的意识给抹去，不然的话强行吞噬只能引起两种异火的抗拒，届时一旦爆发最先倒霉便是他。而现在萧炎的举动便是在控制着青莲的心火倾进陨落星炎之中，将其中的那份意识给彻底消除。萧炎的意图那陨落星炎也是清楚，
所以他也是拼了命的反抗着。不过到了此时，他几乎已经沦为了砧板上的鱼肉，是杀是剐全看萧炎的意愿。世间之事本就是风水轮流转，在前面陨落星原本可炼化萧炎，然而却因为种种缘故失败，而此刻上风的一方则是转到了萧炎身上，以他的手段自然是不可能将前者放过。陨落星炎的反抗并未取得太大的作用，随着源源不断的青莲地心火灌注而进，陨落星炎的反抗却是越来越微弱。虽然这边微弱的迹象很是缓慢，不过这至少向萧炎表达了一个消息，那便是陨落星炎的意识已经在开始被青莲的心火侵蚀了。侵蚀间，萧炎却是突然隐隐听见一种从陨落星炎中传来的声波，虽然并不清楚这声波是什么意思，不过那其中的求饶意味却是分外明显。求饶吗？嘴角掀起一抹森冷，萧炎冷笑道，当初炼化我们师徒俩时怎不见你饶我们？若非是我好运，怕此刻早就被你吞噬了吧。话音落下，萧炎心神一动，那清火输送的速度便是变得越加迅猛，面无表情，丝毫不为陨落星炎的求饶而有半分动摇。侵蚀进行的极为缓慢，不过萧炎也并不急，毕竟不管怎么说，异火都是天地间最具毁灭力量的东西，想要凝聚自己的意识，那所需要的岁月可是一个极为恐怖的数字，如今想要将之抹去，就算不需要那等悠久岁月，可短时间内就想将之搞定，明显是在痴人说梦。时间在这等枯燥的侵蚀中缓缓流逝，而萧炎也是犹如老僧入定般，丝毫不为外物所动，凝聚着心神，将所有的关注全部都投以那团乳白色的火焰之中。这般缓慢侵蚀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或许是一月，也或许是更久，时间的概念在这里变得极其的模糊。青色火球内，青火不知疲倦地输送着，那团乳白色火焰已经从以前的剧烈挣扎反抗变化成了现在的安静温和，这显示着陨落星炎之中的意识已经逐渐的消失殆尽。咔，宁静的体内突然间有着一道细微的咔嚓声音响起，而随着这声音的响起，萧炎安静的心神也是狠狠地跳了一跳，镜头转向被青火重重包围的陨落星炎，此刻后者正悬浮在其中，乳白的火焰光芒温暖祥和。原本充斥着攻击与破坏性的陨落星炎，经过萧炎长时间的侵蚀，那丝意识终于是彻底消散，而现在的陨落星炎也正如他刚刚出生时一般，不具备丝毫攻击性。终于成功了吗？随着陨落星炎意识的消散，萧炎的心神缓缓地从那种类似休眠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虽然他并没有确切的计算时间，可也能隐隐感觉到这次的侵蚀怕是消耗了不少的时间。不管消耗多少时间，总比永远的困在这里要好，心中自我安慰了一下，萧炎心神一动间，那包裹着陨落星炎的青火球便是迅速散去，而那陨落星炎则是安静的悬浮，本体的温度也是收敛的，令萧炎感受不到灼痛。接下来便是该炼化了，注视着那团陨落星炎，萧炎一笑，心神控制着那团陨落星炎缓缓移进经脉之中，然后开始沿着焚诀的功法路线悄然运转。炼化失去意识的陨落星炎比萧炎想象中的要轻松，这或许是因为这具身体被那该死的火焰烧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使得两者间隐约间有种默契的缘故吧。反正不管如何，这次炼化陨落星炎几乎比萧炎第一次炼化青莲地心火时更加顺利。当然顺利归顺利，可却与侵蚀陨落星炎意识时有着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依然极其的缓慢，缓慢的令人有种崩溃的感觉。不过还好，不管那缓慢达到何等可怕的程度，可至少始终都会到达终点。当陨落星炎在被顺利炼化的那一刻，萧炎再度从休眠状态中苏醒过来，心神望着那安静流淌在经脉之中的陨落星炎火种，一股喜意缓缓地从内心深处攀爬而出，最后令的青年脸庞上布满愉悦笑容。在将陨落星炎炼化之后，萧炎并未急着立刻控制他与青年的心火相融合，他清楚这一步是修炼焚诀中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步。缓缓睁开眼来，萧炎望着那包裹在外面的偏白色火焰，却是轻轻一笑，现在这些原本对自己极具攻击性的火焰却是犹如变成了自己的手臂般，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没有丝毫的迟滞之感。目光转向火焰中的妖媚美人，后者依然是处于灵魂融合状态中，只不过看其头顶上已经越加凝实的灵魂明显已经进入了尾声，或许要不了多长时间，这位美杜莎女王便是将会彻底的掌控这具身体，而到时候她也是会真正跃升成为斗宗阶别的超级强者。萧炎眼睛随意的在美杜莎女王赤裸的娇躯上扫了扫，便是赶紧移了开去，这女人全身上下都是充斥着一种对男人的异样诱惑，甚至是这般动也不动也都会令的人心中翻腾着邪火。在安静的歇息了一段时间后，萧炎终于是收整好心思，脸色凝重的将心神沉入体内，开始尝试那对他来说最后一种也是最为重要的一项步骤，融合青莲地心火与陨落星炎。若是两种火焰成功融合，萧炎不仅实力将会大幅度提升，而且焚诀也是会成飞跃般的进化，届时萧炎的战斗力也将会再次突飞猛进。
不过若是失败的话，那下场将会比上一次更加凄惨，说之万劫不复似乎并不算过分。焚诀能够给予人掌控几种异火的力量，但是得到这种力量的人也将会寻常人的付出多出无数倍。第617章融合成功。晶莹剔透的宽敞经脉中，乳白色的火焰如潮水般疯狂涌动着。陨落星炎在被萧炎彻底炼化之后，犹如一个乖宝宝般，对于他的指挥没有丝毫的抗拒性，完全没有了以前的那种桀骜性。心神控制着陨落星炎顺着经脉流转着，如此经过好几圈循环之后，缓缓地流转经脉，灌注进了那已经变得空荡荡的气旋之内。当陨落星炎完全进入气旋之后，萧炎缓缓地吐了一口气，旋即心神一动，只见的气旋中心位置处用来储存异火的那灵中顿时涌出铺天盖地的青色火焰。随着青莲地心火的出现，那原本安静的陨落星炎顿时变得有些沸腾了起来。异火皆是极具破坏力，若是两种异火碰撞在一起，不是吞噬对方，那便是被对方吞噬，再没有第二种选择。因此青莲地心火刚刚出现，就算陨落星炎被萧炎压制着，可依然是凭借着本能蠢蠢欲动了起来。当然蠢蠢欲动的并不只是陨落星炎，那一直极其听话并且多次救萧炎于生死中的青莲地心火也是微微翻腾着，本能驱使着他要强将对面的异火吞噬，那样他会变得更加强大。难怪总是说炼药师顶多只能掌控一种异火，没想到他们间的抗拒性竟然如此之强，压制着青莲的心火与陨落星炎的翻腾。萧炎在心中无奈的道，若是没有焚诀的话，想要将他们融合在一起，怕只能引火自焚。念叨了一声，萧炎心神微动，一股雄浑的斗气便是飞快的自体内涌现，沿着焚诀功法路线运转了一圈，然后小心翼翼地灌注进气旋中，犹如一条界限般矗立在陨落星炎与青莲地心火之间。接下来便开始融合吧。心神狠狠地吸了一口不存在的空气，萧炎终于是不再迟疑，一道命令自心神中发布而出。随着命令的发布，两种异火身上的压制也是尽数消散，失去了压制的他们就犹如下山猛虎般，带着令人胆战的咆哮声轰隆隆地暴冲而下，最后两种火焰狠狠地碰撞在了一起。轰！虽然两股火焰间有着一层焚诀斗气阻拦着，不过撞击时依然是发出了一道低沉嘹亮的声响，炽热的温度悄悄地在气旋之中升高。萧炎小心翼翼地操控着那股焚诀斗气将两种火焰隔绝着，不过即使如此，两种如此接近的异火也是犹如海浪般不断地翻滚，最后如同互相攀比般不断地释放着高温，那模样就像是要将对方比下去一般。一股股焚诀斗气源源不断地顺着经脉运转，然后灌注进入斗气，最后侵入进两种异火之内。而随着这些拥有着异样能力的焚诀斗气加入，本来犹如炸弹般一触即爆的两种异火也是逐渐变得安静了些许。瞧得焚诀斗气效果不弱，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先前两种异火彼此间的那种恐怖排斥性，他实在是有些不敢讲他们就这样融合在一起。不过好在这焚诀不愧是连药老都感到震惊的玄奇功法，那调和异火的功效的确不凡。心神紧紧地关注着气旋内两种异火的动静，在见到他们平静了许多后，萧炎这才极为谨慎地将那隔绝在两种异火之间的斗气膜给撤销而去。薄薄的斗气膜缓缓消失，一青一白的两色火焰终于是毫无间隔地接触在了一起。接触瞬间平静没有半丝异动，然而就在萧炎刚欲松口气时，低沉的爆炸声骤然在气旋中响起，令得他心脏都是狠狠一跳。心神闪电般的一向气旋之内，其中那犹如大海中火山爆发的狂乱情形令得萧炎浑身毛孔霎时间便是紧缩了起来。该死的，这一火究竟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啊？望着不断爆发出细微爆炸的两色混杂火团，萧炎忍不住的骂了一句，这两种东西相遇就犹如火药遇见火星般，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发生最剧烈的爆炸。不过好在两种异火中都是被萧炎混杂了不少有着调和作用的焚诀斗气，否则的话那爆炸恐怕将会更加猛烈。不过看这情况，似乎那爆炸也正是在越来越剧烈，说不定再过的不久，猛烈起来的爆炸就直接被将萧炎体内炸得支离破碎了。感受着气旋中传来的阵阵抽搐疼痛，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心神一动，雄浑的斗气自体内各处宛如山洪般暴涌而出，然后全部顺着焚诀功法路线运转，最后源源不断地灌注进入气旋之中，加入那爆裂声音越加响亮的两色火团内。萧炎此举也是他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既然两种异火间极其难以融合，那么便使劲地灌入焚诀斗气将他们调和到能够和平共处的地步吧。萧炎这办法虽然只是临时之举，但效果却是颇为不错，顺着源源不断的焚诀斗气灌注，气旋之内的爆炸声也是逐渐弱了下来，虽然两种异火依然是各不买账，可至少暂时不会爆发出太过凶悍的冲击。瞧得这办法有些效果，萧炎紧绷的神经这才松了下来，他知道想要两种异火完美融合绝对不是一件速成之事，
现在能够让的他们彼此不再爆发冲突，就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进步了。焚诀斗气依然是不间断的灌注进入气旋，萧炎也清楚这似乎又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因此他以极快的速度便是进入了修炼状态，然后依靠着吸收外界能量来提供给维持异火和平所需要的足够斗气。若是以前萧炎的那种能量吸纳程度，定然是满足不了这种需求，不过好在如今他已进阶斗王，吸纳斗气的速度与以前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方才能够支付那般大额度的索取。这是一场持久的战斗，只要能够坚持下去必将获得胜利，前提是只要别出现太大的变故。修炼状态中时间概念同样是极其模糊，因此萧炎并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久时间，他只能从气旋之中那互相掺杂的两种异火来隐隐感觉到这次的融合便是过去了不少时间。当然或许耗费了不少时间，不过萧炎的成果也极为丰硕，气旋之中原本水火不容的一清一白两种火焰，此刻已经犹如两种软泥般互相搅和在一起，虽然还并没融合，可至少融合的迹象已经初步出现。萧炎身体保持着修炼状态，然而其心神却是再次进入某种休眠状态，由于长时间的运转，体内的斗气也是在源源不断地顺着焚诀路线运转，最后惯性般的灌注进入气旋之中，为那一火融合添加一丝一毫的助力。漫长时间悄然流逝，某一时刻萧炎无知无觉的心神突然一颤，旋即迅速恢复清醒，第一时间心神便是出现在了气旋之内，视线一扫，一股狂喜充斥了其心间。气旋之内青白火团已经彻底纠缠在了一起，而在火焰一角处，一簇不知道纠缠在一起多久的青白火焰突然间散发出了淡淡的毫光，而在那毫光之中，两色火焰缓缓蠕动，最后竟然逐渐的凝合在了一起。到得此时，青白颜色彻底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小簇宛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开始融合了吗？狂喜地望着那缕犹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萧炎心脏在此刻剧烈地跳动了起来。虽然这只是非常小的一簇火苗，不过这却代表了一个极为良好的开始，并且这也说明他并没有走错方位。注视着那簇在青白火焰团中分外显眼的碧绿，萧炎脸庞上忍不住地画上些许轻笑，一切都是有惊无险地步入正规，接下来便安心等待着两种异火的彻底融合吧。虽然这种融合依然极度缓慢，但是成功的曙光已经悄然露出一角，而萧炎也是能够放下心中的那块忐忑大石。或许当那片青白颜色完全转化成翡翠般的碧绿时，便是焚诀功法进入成熟期之刻，而届时萧炎的战斗力也是将会再度大飞跃般的飙升。而且当两种异火真正的完全融合在一起时，一种全新的火焰将会将青莲地心火与陨落星炎取代，当然取代了他们的那种火焰自然也是拥有着两种异火的特效，或许还会更加凶悍。对于这还未出生的星火，萧炎心中充满着期待。第618章异火相融后遗症，加玛帝国。帝都城西，一座占地极为庞大的庄园耸立在此处，庄园极为气派，与米特尔家族在加玛帝国中的地位倒是极为的相称。庄园深处一处幽静的清澈湖泊旁，一袭淡紫锦袍的女子优雅而立，虽然并未看见女子容貌，可光是这份背影便是足以令得人遐想翩翩。女子蓝宝石般的眸子有些失神地注视着湖中粼粼波光，一张典型的瓜子美人脸妩媚动人，那被颇为奢侈的锦袍包裹的娇躯也是显得凹凸有致，散发着一股成熟蜜桃的诱惑味道。呵呵，在想那个小家伙？突然间有着戏谑的苍老声音在背后响起，女子一惊连忙回头，瞧得那笑眯眯走过来的老者脸颊顿时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娇嗔道：海老，您又来打趣雅妃。听其自称，赫然便是当初与萧炎关系不浅的雅妃，而视线再转向那位蓝袍老者，看其容貌正是当年萧炎的战斗伙伴冰皇海波东。海波东笑着走近，干枯的手掌拍了拍雅妃香肩，旋即负手而立，目光望着湖中心，沉默了一会，叹息道：不知道那小家伙怎么样了，他离开加玛帝国似乎也快有3年时间了吧。雅妃轻轻点头，微笑道：那家伙看似人畜无害，其实狡诈着呢，海老可不用太过担心了。哼，我倒是不担心，我想那家伙会活得比谁都滋润。海波东笑了笑，旋即脸色微微一沉，不过那家伙对家族似乎颇为看重，如今萧家在加玛帝国被云岚宗追杀的犹如丧家之犬，若非我们暗中相助，恐怕萧家在加玛帝国的族人早就彻底消失了。当初萧丽说是要去迦南学院找萧炎，也不知道究竟有没顺利抵达，以萧炎的性子，若是得知家族遭此大变，恐怕会立刻杀回来，而看现在这般平静，难道萧丽没有将消息送达？海波东喃喃道：哎，不回来还好一些，他虽然修炼天赋不错，可想要与云岚宗那等庞然大物抗衡真的太困难了，我倒是希望他能隐忍，他还年轻，报仇有的是时间。雅妃那对充满妩媚的桃花眸子微微虚眯，
轻柔的道。这些年，亚非已经逐步的彻底掌控了米特尔家族的实权，除开面前的海波东之外，恐怕族中再无一人的声望能够超越大。而能够以一介女流之辈混到这般地步，虽说其中有着海波东的支持，可其能力也是毋庸置疑。这些年由他发展出来的情报渠道几乎遍布了整个加玛帝国，甚至是连那云兰宗的一举一动他都能清楚知晓。这样的女人岂是寻常简单之辈，虽说她对斗气不是很精通，可谁又说没有斗气就不能成为人上人？你也知道她还年轻，而冲动就是年轻人的特权啊。海波东笑了笑，突然道，我听说你把萧家一些人安排到了帝都，这里距云兰宗那么近，可是有些不太妥当啊。亚非如白玉般的纤手随意地摘下一旁树枝上探出来的花朵，微笑道，其他一些城市云兰宗都是搜查的厉害，而帝都是皇室扎根最稳的地盘，就算是云兰宗也不敢太过放肆的，再加上我们米特尔家族动点手段，云兰宗应该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迹。随你吧，这些事你比我们这些老家伙擅长。海波东摇了摇头，旋即目光转向北方天空，那里高耸入云的山峰若隐若现，眉头紧皱，真不知道云山那老不死的究竟在干什么。就算萧炎和他有些恩怨，可也用不着对萧家下手吧，他这样除了彻底激怒萧炎之外还有何用处？亚非黛眉微蹙，把玩着手中花朵，喃喃道，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云兰宗似乎是在萧家众人身上寻找着什么。寻找什么？萧家难道还能有让他们都动心的东西？海波东皱眉道，目光微微闪烁，片刻后亚非却是微微摇了摇头，轻笑道，我也不太清楚，或许是错觉吧。哎，如今的云兰宗越来越诡异了，据说云韵已经被暂时卸去了宗主之位，现在的云兰宗又是在云山的掌控中了，这个老不死的似乎和以前有些不太一样了。海波东叹了一声，沉吟道，的确有些变化，现在他们的动静越来越大，连皇室都是有些紧张起来，派出了不少探子对云兰宗进行监视，这可与以前云兰宗的处事方式截然不同啊。亚非也是点了点头，以前的云兰宗虽然是大，可却丝毫不理会寻常俗事，可现在不知道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嘿嘿，等吧，看他们还能嚣张多久，那个小家伙我对他信心足得很，等他下次再次踏足这个帝国时，他就是云兰宗翻天的复制克洛。海波东抬头望向那高耸入云的山峰，怪笑道，而且我有着预感，那一天似乎并不远了。赤红的世界依旧是那般的死气沉沉，除了岩浆流动时发出的声响之外，这里便是犹如死狱般安静。视线透过岩浆，在那无尽深处，一团显眼的白色火焰缓缓飘动着，其中两具身躯若隐若现，两种异火的融合缓慢而漫长，不过在如何缓慢的行走，始终都是有着到达尽头的那一刻，而那时则是将会春暖花开，破茧化蝶。心神昏昏沉沉地飘荡着，某一刻一道细微的异样声响突然从那气旋之中悄悄传出，而随着这道异样声响的响起，体内那流淌的斗气却是骤然停滞。清醒缓缓恢复，萧炎先是略有些茫然地打量了一下四周，旋即心神一动，那气旋之内的情景便是出现在了其视野之中。心神刚一进入气旋，柔和的碧绿光芒便是射将而来，心神一扫，一股深入骨髓的喜意缓缓自萧炎内心深处攀爬而出。气旋之内原本的那种青白混杂火焰已经完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犹如翡翠般的碧绿火焰，这团火焰缓缓地流动着，一眼看上去倒更像是一种碧绿色岩浆，只不过这岩浆看上去貌似有些可口的样子，犹如琼浆一般。成功了，心神怔怔地望着那团碧绿色的火焰，许久之后萧炎终于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旋即心神在体内发出无声的疯狂咆哮吼声，为了这一天他付出了多少，等待了多少。在其心中大声咆哮之际，萧炎眼圈也是泛上一股红润，湿润缓缓浸润着眼角，当初被犹如丧家之犬一般追杀出加玛帝国，最后长途跋涉来到迦南学院，甚至在听到家族被毁的那一刻，却依然只能咬着牙将那份耻辱吞进肚中，那份隐忍所为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心中的咆哮声在体内缓缓消散，萧炎那激荡的心情也是随之逐渐平静，心神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这团碧绿火焰，然后将之灌注进入气旋之中的那一点纳灵之内。随着碧绿火焰完全的灌注进入纳灵之中，萧炎方才彻底的松了一口气，这第二种异火终于被他成功炼化，心中充斥着一片难以言明的喜悦。然而就在萧炎即将退出这修炼状态时，脸色却是猛地一变，他清晰的感觉到刚刚被灌注了碧绿火焰的纳灵突然狠狠地颤了一颤，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异火相融的后遗症？当初老师也的确略微提及过异火融合会有着一些问题出现，难道心脏犹如被一只无形大手紧紧捏住一般？萧炎可不敢想象若是在这最后的时刻出现一些变故会让得他陷入何等的疯狂。而就在萧炎心中极度忐忑不安时，纳灵的跳动
却是突兀消失，但是他能够察觉到一股异样的邪火突然从那灵中蔓延而出，最后转瞬间传遍萧炎身体每一个部落。这异样的邪火对萧炎没有什么特殊的伤害，不过却是令得萧炎浑身有些发烫，这种状况跟服用了某种激烈的春药有些类似。该死的，原来那小问题是这东西。低低地骂了一声，萧炎体内斗气狂猛涌动，想要将那邪火压制而下，然而这火却是相当之顽抗，他越是压制反弹就越是强横，因此几个回合下来，萧炎那眼睛中竟然都是被赤红所占据了下来。忍不住了，气喘如牛的猛然站起身子，萧炎的理智终于是被欲望压制而下，赤红的眼睛四处扫动着，片刻后猛然停在了不远处那妖媚美人身上。喉咙滚动着，萧炎脸庞犹如着火了一般，一步步的缓缓对着紧闭眼眸的美杜莎女王走去。若是换作清醒状态，再给萧炎一个胆子，他也不敢对那喜怒无常的美杜莎女王如此亵渎。不过此刻被那欲火充斥脑子的他已经彻底忘记了何为忌惮。步子缓缓地接近着美杜莎女王，后者似乎隐隐间也是感应到了什么，头顶上已经彻底变得安详的灵魂体骤然睁开双眼，充斥着森寒杀气的目光直射萧炎。你找死。灵魂体迅速钻进身体，紧闭着眼眸的美杜莎女王瞬间睁眼，妖媚的狭长美眸杀意凛然地望着越来越近的萧炎，厉喝道。对于美杜莎女王那充满杀意的喝声，此刻彻底失去理智的萧炎却是充耳不闻，脸庞涨红，喘息如牛。吃。冷冷地望着越来越近的萧炎，下一刻杀意终于是自美杜莎女王眼中闪过，先手一挥，先是使用能量在身体表面凝成一套红色裙袍，然后一道七彩匹链子指尖爆射而出，旋即重重地砸在萧炎胸膛上，结果却是仅仅让得他身形滞了滞。该死的，望着那竟然变得弱了许多的攻击，美杜莎女王先是一怔，旋即反应了过来，因为灵魂刚刚融合完毕，她此刻可发挥不出以往一半的实力，所以说现在的美杜莎女王是她最为虚弱的时刻。好。低沉的吼声自萧炎喉咙间爆发而出，赤红的眼瞳泛着欲火地盯着美杜莎女王那足以让得任何男人疯狂的娇躯，手掌一挥，一圈碧绿火焰便是闪掠而出，将美杜莎女王双手牢牢捆住。此刻的萧炎没有丝毫的怜香惜玉之心，乃至于也是丝毫不理会美杜莎女王那如玉般的皓腕被碧绿火焰灼烧出红圈。脚步站立在美杜莎女王面前，萧炎面色潮红，居高临下地俯视着那始终未给过他好脸色的女王陛下。萧炎，你敢对本王做那事，等本王恢复实力定将你碎尸万段。即使是这等时刻，骄傲的美杜莎女王依然没有丝毫的软态，咬着银牙，语气森寒。对于美杜莎女王的这般威胁，此刻的萧炎自然是不会有着丝毫理会，喉咙间再度爆发出一阵低沉而疯狂的吼声，旋即眼中赤红更加狂猛，身躯一跃，手掌狂舞间撕裂的清脆声在这岩浆世界中响彻而起。血色岩浆，一幕好戏悄然上演，可惜却是无人能有此眼福。第619章破风。这是一片极其茂密的森林，虽然偶尔有着光斑透过树叶缝隙倾洒而进，可却依然难以驱走森林中的那份阴暗，行走在这种地狱，只怕那种压抑的气氛便是会有些令人难以忍受。安静的森林中突然有着一阵显得有些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旋即一大批隐隐绰绰的黑影出现在森林一头。这些黑影行走间颇为安静，而且明显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行走时目光警戒地在周围黑暗角落中扫过，在这黑角域中不管你是何等身份，皆是时刻将小心二字存于心中，阴沟里翻船的事几乎每天都在这里上演，想要活得更久，那么便是需要随时都保持着谨慎。咔！行走间一道人影落地处的干枯树枝突然断裂，清脆的声响在安静的森林中回荡着，格外的刺耳。行走的人群也是因为这声音而陡然停顿，领头的一名黑袍人目光阴厉地剐了一眼那位踩断树枝的同伴，手一挥，刚欲指挥队伍继续前行，耳中却是悄然传来些许树叶抖动的声音，当下脸色一变，厉喝道，小心。咻咻，喝声刚刚落下，黑暗的森林中铺天盖地的箭枝突然爆射而出，将这支队伍的阵型设计得凌乱不堪。而在箭雨过后，周围树林突然一阵抖动，旋即一道道同样身着黑色衣袍的人影闪电般的掠出，最后扬起手中明亮刀锋，没有半句废话，只有着那突然充斥森林的阴冷杀意。小心，阴爹。瞧的那些在进攻间没有带起一丝声响，并且浑身充斥着极浓血腥味的黑影部队，那位领头黑袍人心头顿时一沉，如此训练有素的队伍一看就是经常混迹刀口经验丰富的人，而且看这些黑影的闪掠速度明显实力也是不低，如此强横的实力究竟是属于哪方势力的。这些黑影速度极为迅捷，几个闪掠间便是犹如一把刀锋般径直插进了那些黑袍人的阵型，刀锋泛着寒芒，
每一次划过肉体时带起的低沉闷响，都是令得那领头人心头越加下沉。抽出腰间武器，将无声无息爆射而来的几道黑影震退，不过那代价也是令得他虎口震裂，满手鲜血。趁着后退时，他目光扫了一下不过一分钟时间便是几乎死伤殆尽的手下部队，眼中顿时闪过一抹骇然，色厉内查的喝道：你们连黑盟的人也敢动，找死不成？而对于他的喝声，回答他的却是几把泛着血迹的钢刀。身形狼狈的在地上滚了一圈，这位黑袍领头者脚掌一跺地面，身形便是贴着地面对着森林之外爆射而去，那速度极为快捷，乃至于连其后的那些黑影人都是感知不及。就在黑袍人即将窜出森林那一刻，一道血腥风气却是突然在其耳边响起，旋即后背一沉，一股凶悍劲力爆泄而出，直接是蛮横的将前者身体狠狠地跺在了地面上。扑哧，受此重击，黑袍人忍不住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艰难地回转过头，却是见到一个全身皆是包裹在宽大黑袍中的人影。黑盟不会放过你们的。吐出一口鲜血，黑袍人阴森森地道：死在我手上的黑盟人已经有三位数了。泛着浓郁血腥气味的声音缓缓从黑袍中传出，旋即后者脚掌轻轻一跺，一股劲气涌出，直接砸在黑袍人后背心处，将其一击毙命。一脚将断气的黑袍人踢开，一名黑影飞快窜上，然后手掌在其身上快速地摸索着，片刻后从其怀中取出了一封信件，然后恭敬地递给了那位全身泛着浓郁血腥味道的神秘人。随手撕开信件，黑袍神秘人缓缓翻看，片刻后阴声冷笑道：没想到连狂狮帮都加入了黑盟，现在他们的手脚已经扩散到这边了吗？近两年迦南学院强者不断出动来寻当年参加了偷袭学院的那些强者的麻烦，那寒风为了抵抗迦南学院成立了黑盟，如今黑盟的实力越加强大，就算是迦南学院也已经奈何不了他，看寒风最近的举动，想必应该是想要将黑盟扩散到整个黑角域头，我们不断的找他们的麻烦，他们迟早会发现的，看来我们应该再次转换地方了。一名黑影人闪掠而出，声音略有些嘶哑的道：满身血腥气息的黑袍人淡淡的嗯了一声，手掌一挥，便是转身对着森林之外行去，其后黑暗中黑影闪掠，隐约看去怕是至少有着百人之多，这些人安静的跟在黑袍人身后不远处，脚步声犹如一人所发。走出阴暗的森林，淡淡的阳光倾洒而下，黑袍人缓缓抬头，露出一张年轻而充满狠力的熟悉脸庞，此人赫然便是萧炎的二哥萧厉。此时的萧厉浑身上下充斥着极其浓郁的血腥味，脸色淡漠，眼瞳中近乎毫无情感，而且最重要的，那从其体内蔓延而出的气势竟然堪比斗王强者，难以想象这短短两年时间，他竟然便是能够从一名大斗师跃至斗王层次，只不过若是细细查看的话，则是会发现萧厉眉宇间竟然是有着一丝死气，这般死气出现在这般年轻的面孔上，着实有些诡异，或许这应该会和他实力迅猛提升有些一些关系。你们先回去。萧厉淡淡地说了一声，那跟在后面的百多名黑影人顿时恭敬点头，身形缓缓退进黑暗中，旋即在一阵细微的声音中完全消失不见。当所有人都消失完毕之后，萧厉脸庞上的淡漠这才缓缓松懈，微微偏头，目光眺望向遥远的北方，那里是迦南学院内院所在，而萧炎则正是在那里化为烟灰。想起那个笑容灿烂的兄弟，萧厉胸口便是隐隐作痛，再来黑角狱时，大哥萧鼎便是说过他能死，可三弟萧炎不能死，因为唯有他方才能够拯救萧家，然而如今眼中闪烁着如野兽般的凶芒，片刻后萧厉嘴角裂起一抹狞笑，森然低声道：小炎子放心吧，害你的那些家伙二哥死也不会放过，在我还能残活的这些时间中，我会把他们全部杀光。森然笑声缓缓地回荡，而萧厉的身形却是悄然消逝，宛如鬼魅。死寂的岩浆世界依旧是赤红一片，炽热的温度令得这里成为一片彻底的死域。砰，死寂的岩浆世界突然间岩浆爆裂，一阵白雾升腾间，两道影子自其下爆裂而出，两道影子一前一后，看上去似乎是后者在追杀强者，因为那在追杀之余，一道道极为凶悍的七彩能量劈炼几乎带着灵力杀意爆射而出，而对于这些极其伤害力的七彩能量，前面的那道人影明显很是忌惮，因此即使是身形狼狈，可依然是险之又险的将之躲避开去。落空的七彩能量直接射进岩浆世界，顿时便是带起惊天爆炸声，漫天岩浆飞射。你有完没完啊？我看你是女人才不和你计较，再纠缠的话休怪我翻脸了啊。又是险险的避开一道灵力攻击，那穿着黑袍的青年大怒的喝道。面对着青年的怒喝，那后方的妖媚美人却是丝毫不理，冷艳的俏脸布满寒霜，眼中更是充斥着杀意，看那模样犹豫与前者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一般。本王说过，一旦恢复实力，第一个
便要将你碎尸万段。咬着银牙，妖媚美人寒声道：大姐，我也是受害者啊，那种状态我根本就没有理智的，您就饶了我吧，我们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发生啊，我肯定不会对别人说的。萧炎满脸苦容，对着美杜莎女王拱手道：做梦。闻言，美杜莎女王顿时怒极，掌心一动，澎湃的七彩能量便是暴涌而出。美杜莎，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再来的话，那也休怪我不讲情面了。萧炎眼睛怒瞪，手掌一晃，碧绿火焰犹如悠悠鬼火般浮现掌心，而随着这团碧绿火焰的出现，那岩浆世界顿时暴动了起来，岩浆翻滚，最后犹如海浪般竟然在萧炎脚下停了下来，一眼看去就如同萧炎是在遇浪而行一般，只不过这浪是岩浆火浪而已。望着那岩浆海洋的暴动，绕世以美杜莎女王的实力，脸色也是忍不住的变了变，她也清楚面前这个混蛋已经收服了陨落星岩，在这种环境与他对战，就算他如今已经恢复巅峰实力，怕也是讨不了好。而且他对于面前的萧炎总是真正的难以下杀手，他清楚这应该是融合了吞天蟒灵魂而带来的一些弊端，不然的话以他以往的性子，就算是拼得两败俱伤，也绝对会将敢如此亵渎他的混蛋碎尸万段。见到美杜莎女王终于是安静了许多，萧炎这才松了一口气，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心中却是一阵苦笑，妈的，这他妈的是什么事啊，竟然稀里糊涂的把这美女蛇给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再继续内战了吧，你也不想一辈子待在这种地方吧。萧炎冲着美杜莎女王耸了耸肩，指了指上面，凭你一个人的力量想要突破封印似乎有些困难，若是我们联手应该要轻松许多，如何？眼芒一阵闪烁，片刻后美杜莎女王含着脸点了点头，心中却是打定主意，一旦出了这该死的地方，她一定要让这混蛋为侵犯她而付出代价。第620章破塔而出。今天是内院颇为热闹的一个日子，按照惯例，内院每月都会组织一次所有学员全部进入天坟炼气塔中修炼的活动，而对于这种活动，内院的学员们倒是无比支持，因为这一天进入塔中修炼并不需要支付任何火能，而今天则正好是本月的集体修行。以前萧炎在内院时倒也听说过这种活动，但却很少参与，因为以他那大财主的身份根本无需担心火能的问题，所以自然也不用去和这么多人抢修炼室。随着这两年内院政策的一些改变，整个内院的人数也是逐步增加了许多，因此如今内院的人气自然是远非以前可以相比。因此在清晨中银声响起之后不久，便开始有着陆陆续续的队伍对着天坟炼气塔行去，而当耀日挂上天际时，那天坟炼气塔之外宽敞的广场处却早已经布满了人山人海。如今天坟炼气塔的周围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巨大的广场，广场中心位置便是仅仅直露出地面一截的天坟炼气塔塔尖，另外在那塔门口处还有着一具雕像竖立，雕像很是年轻，一袭黑袍，和煦的笑容将那张清秀的脸庞衬托着分外英俊。对于门口矗立的这具雕像，几乎内院所有人都见过，因此在路过时倒并未什么惊异的表情，偶尔会有着一些学员驻留下脚步，对着雕像微微弯身，若是仔细查看的话，便是会发现这些学员的胸口上皆是佩戴着一枚底色漆黑并且其中雕刻着一把尺子模样的徽章，这个徽章并不陌生，因为这便是盘门的标志。此刻在那雕像面前，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亭亭玉立，目光泛着一丝莫名意味，失神地望着雕像那熟悉的容貌。女子容貌颇为俏丽，而且最引得人注意的还是那一双修长圆润的性感长腿，凡是过往的行人皆是会忍不住地将目光对着前者腿上扫过，不过这般扫视却是极为隐晦，因为对于这个女子的身份他们也同样极为清楚，盘门的高层，据说似乎还是盘门创始人萧炎的表姐萧玉。盘门这个势力如今俨然已经成为内院真正的庞然大物，没有任何势力敢与他挑战，而作为在其中身份不低的萧玉自然也是无人敢惹，一般来说凡是有觊觎他美貌并且语出不逊之人，第二天便是会落个鼻青脸肿的下场。你这个傻子总是爱逞威风，到头来立一座雕像有意义吗？他能让你振兴萧家吗？脸颊浮现一抹苦涩笑容，萧玉轻叹着喃喃道。在萧玉喃喃间，那广场的人山人海突然骚动了起来，旋即大批的人群犹如潮水般涌进，这些涌进来的人群胸口上皆是佩戴着与萧玉胸前相同的徽章，而广场上的众人瞧得那挤进来的这大群人顿时喧哗声变小了一点，特别是当他们的目光在瞧得那领头的一位甩着淡紫色马尾辫的小女孩后，赶紧练目光都是转移了开去，那个犹如恶魔一般的小家伙对内院很多人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存在。大摇大摆地带着一大群人挤进广场，小女孩一眼便是看见了雕像面前的萧玉，小手一挥，身后大部队便是紧跟上。玉儿，你又在这里发呆了，明明是一副小孩子模样，可却偏偏要装作老成，这幅景象实在是令得人忍俊不禁。不过这里除了萧玉失笑地摇了摇头外，
其他人皆是紧闭着嘴巴，生怕传出一丝笑声，讨来那恐怖的一记小拳头。紫妍，你说他还活着吗？萧玉抚摸着雕像，突然笑着问道。闻言，紫妍一怔，犹如宝石般的眸子微微一暗，旋即快速恢复道，被一火一口吞噬，活下来的几率很低。似是清楚这个答案一般，萧玉脸颊并未有什么变化，先手划过雕像，却是轻轻一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是心跳的厉害，似乎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了一般。你若是心不跳了，那才是发生大事情了。笑声从人群后传出，一男一女两道身影缓缓走出，冲着萧玉笑道。咦，快看，竟然是血剑吴昊和青木女虎家啊。这可是强榜前五的顶尖强者，平日里可是很难见的啊。没想到今天连他们都是出来了。两人的出现顿时令的广场上有些骚动了起来，窃窃私语不断的响起着。显然对于能够见到这在内院属于真正的风云人物，他们这些人很是感到振奋。怎么，你们两人假期完了？望着两人，萧玉轻笑道。吴昊与虎家笑了笑，两年时间也是令的两人成熟了许多，他们目光瞟过萧玉身旁的雕像一眼，笑容皆是略微收敛，叹息道，还好萱儿走得早，不然的话。萧玉默然，他清楚萧炎与萱儿之间的感情，若是后者亲眼看着他被一火吞噬，恐怕定然会痛不欲生吧，现在这样倒是还好好一些。咚，就在几人沉默时，清脆的钟吟声突然在广场之上响起，令得喧哗的广场变得安静了下来。对着钟声落下，突然有着破风声响彻而起，旋即几道身影从天空闪掠而下，最后在广场一处高台上现出了身来。领先一人赫然便是白发苍苍的大长老苏谦，其后跟着几名同样年龄不小的长老，而最令的全场目光关注的还是苏谦背后的三位年轻人。这三人年纪也不算很大，不过却皆是气势不凡，胸口处佩戴的徽章显示出了他们的身份，赫然也是长老之位。内院长老至少也是需要斗王实力，由此可知这三位年轻人年纪轻轻便已经跻身进入斗王之界。没想到林修崖、柳晴、林燕这三个家伙还真能留下来，其他一些家伙大多都离开内院闯荡大陆去了。望着台上三张熟悉的面孔，吴昊笑着道。林修崖与柳晴是想在内院多修行一段时间，林燕那顽固的家伙说他答应了萧炎要和他一起走，所以虎家无奈地摇了摇头，轻叹道。的确很顽固，吴昊苦笑道。高台上，苏谦目光缓缓扫视着那人山人海的广场，片刻后停留在了天焚炼气塔门口的那雕像上，精神略有些恍惚，喃喃道，若是那小家伙还活着的话，恐怕连我都很难打败他了吧。苏谦身后，林修崖三人对视了一眼，皆是微微点头，以他们的傲气，在那个名字之下也是唯有心服口服。大长老，据消息说那黑盟最近正在大肆邀请别的势力加入，说不定是有着什么企图啊，不得不防。一名长老上前一步突然轻声道。眉头微微一挑，苏谦缓缓地点了点头，冷笑道，那韩风的确有些本事，短短两年时间竟然能组建个黑盟来与我迦南学院抗衡。几位长老皆是微微点头，六品炼药师的号召力的确非同凡响，如今以黑盟的实力，就算是迦南学院也是难以将之铲除。他们都知道黑盟已经成为了大长老心中的一根刺。算了，这种时候先不要谈那些不开心的事，我们有的是时间，慢慢跟他们耗着吧。摆了摆手，苏谦淡淡的道。是。闻言，众位长老皆是应道。时间快到了，准备开启天焚炼气塔吧。抬头看了一眼天色，苏谦道。一名长老躬身应是，从高台上飞掠而下，落在天焚炼气塔大门之外，手中快速的打出印结，然后一道斗气喷薄在大门之上，顿时那厚重的漆黑大门便是在一阵震嘎之声响中缓缓打开。记住，大家按照秩序进入，今日不可发生争夺，否则一周之内将被禁。苏谦目光扫动，淡淡的说着，然而其话音还未彻底落下时，感觉敏锐的他脸色却是突然一变，目光豁然转向天焚炼气塔，在那里他清楚的感觉到一股恐怖的炽热温度正在急速接近，当下急忙厉声喝道，塔中有变故，立刻关闭塔门，快。苏谦突如其来的厉喝直接是令得满场一片寂静，无数目光错愕的望着脸色大变的苏谦，皆是一头雾水。听得苏谦大喝，虽然那名长老并不清楚究竟所发何事，不过还在以极快的速度将厚重大门轰然关闭。就在塔门关闭之后不久，整个天地间温度突然间升高了起来，轰隆隆犹如岩浆翻腾的巨响，也是带着地动山摇的动静迅速的接近着。该死的，是陨落新年，那东西又要爆发了。所有人立刻离开广场。场内温度刚刚升高，苏谦脸色便是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这种状况当年也出现过。砰，苏谦的喝声刚刚落下，恐怖的巨响便是轰然响彻，所有人都是能够在此刻看见那天焚炼气塔狠狠地颤了颤。砰，又是一道巨响，
那天焚炼器塔塔尖处开始在苏千惊骇的目光中满溢出一道道拇指粗的裂缝。砰！巨响再度响彻，裂缝顷刻间便是布满了塔尖。这种状况令得苏千脸色涌上一抹煞白。难道当年的场景又要再次出现了？轰！在最后一道轰然巨响中，坚硬无比的塔尖终于是轰然爆裂，赤红色的岩浆柱犹如火山喷发般自塔中爆发而出，最后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爆冲天际，最后倾洒而下。岩浆倾洒而下，广场上顿时暴乱了起来。然而就在岩浆在距离地面还有几米距离时，却是突然凝固，一道清朗笑声带着掩饰不住的狂喜在这天际犹如惊雷般响彻而起。哈哈，我萧炎终于出来了，哈哈。